好，为了推广国产凤梨，农粮署把国产最优质的凤梨鲜果系列产品直接上市到了连锁超商，希望让民众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水果。台湾凤梨呢，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致，而且它非常多汁，它的糖酸比呢是非常可口的。进入啊，凤梨啊，这一个最生产的一个旺季，等于就是最当令，也最盛产的时间，品质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国产凤梨清香酸甜，果实饱满多汁。这一次推广的凤梨品种就是糖酸比例相当适中的台农十七号金钻凤梨。透过生产端跟加工厂的结合，推出了鲜果礼盒、鲜打果汁等等，提供国人最新鲜直送又安全又安心的凤梨产品。